快看，这只鼠鼠正在准备它的越狱计划，它正在四处寻找，看能否找到一个越狱的出口。它找到了，顺着管道出去，看来要经历层层险境。糟糕，监控发现了这一切，看来要加快速度了。前方还有囚犯，他在犹豫要不要继续这个计划。算了，心一横决定继续。这看来是监狱的热水管道，稍有不慎都可能掉进去。呜呼，也算有惊无险，接下来便是最难的关卡，如有不慎，随时可能丧命。看来这对他不算难，那接下来这一关会不会有点难度呢？看来这对他仍然构不成威胁，接下来相对之前还算比较简单，但是要躲避高压电流的攻击，还好身体瘦，也是有惊无险。这个障碍物看起来比较难缠，就算是足够瘦也不可以，需要一定的柔韧性才行。好家伙，没想到他还会缩捕术。快看，已经饿了三天的蛇等候在此，鼠鼠会命丧于此吗？看来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快到出口了，此时再想反悔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，最后一搏能不能出去就看牙齿了。成了，看看这个阶梯，这是通往自由的路。终于离开这个地方了，同伴早已备好金钱，带着巨额金钱翱翔在空中，看来这就是自由的感觉。